哦，啊，这里沙子是软的，对啊，沙子一定是软的。软的，好软。我现在这边扎个营吧。这边指的是记忆床垫啊，啊，记忆床垫的概念非常舒服啊。啊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基地了。还行吧，舒适哦。先睡一下。这个 view 呢？不错啊。对啊，这有钱买不到美景。嘿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啊，现在我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。这地方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哦。同样找到这种地方啊，从都市至少还是要开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车程。好，那今天我是来找点野味来吃的啊，没错，所以这个又是个调查吃啥的单元。我现在要出征，我现在要出征。哇，这样真的很美啊！好，各位钓组组好了，现在介绍一下，这次钓组呢一样使用台式飞鹰钓，钓组配置上一个猪头器，配一个八字环，后面接五门哦，五门毛钩。其实这个钓组是蛮推的啦，在钓溪哥或是马口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。大家知道今天早上气温才多少吗？7-8度而已，这个水，哇，泼下去，感觉自己身处在一个冰箱一样。没关系，刚好顺便治疗一下我的香港脚，需要冷冻疗法。落水咬舒服，哈哈哈！啊，今天午餐有喽，今天午餐有了，可惜超漂亮，一只小溪哥，这个 size 刚好，哦，太大的我也不要，太小的我也不要 ，very good。好，再接再厉，再拼一只。耶、yeah ！打对标点，终于没烦恼啊！呀、yeah ，舒服！哦，终于啦！啊，嗯，这个体型是我想要的，不错，挺漂亮的。哦，给镜头看一下啊，这样钓一只。钓一只肥的，对，挺肥的，嘿嘿。哎，蹲下来，要把鱼吓到。哦，哎，中鱼了，中鱼了，嘿嘿，一抛就有，碎啦。嘿嘿，中一只，跟手肘差不多长，哦，这个煮起来就刚刚好了。中，中，哎呀，跑走了。经由医生护士的抢救，这台 Canon M50 宣告不治。嗯，哦，这台相机陪我大概一年多了。大家如果看2019年以前的影片，哦，基本上都是以这台拍的，啊，帮我拍出蛮多好作品的。啊，没想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这个户外类型 YouTuber 真的很常会折损器材啊。大家看我从以前到现在，钓竿就断了几支。对，这下还赔了台相机。哎，真是，猫咪你怎么看？我来重现一个儿时美味，它叫炸溪哥。好，所以先来热个油。
这是我们今天钓西哥，差不多都抓这种 size， 一根手头长的，太大的我们也都没有拿，太小的我们也都放掉了。啊！哇！这条还活的、啊，太出色了！来，看，哦，离远点，离远。我这边准备一排调味料，我等一下想吃什么口味都可以挑。苏大西哥，如果失败，我们直接去三产店买西油子。这是把它拿来上厕所了。第一只，哦，油脂炸弹，日本料理店一盘250，哇，现赚250，要发誓今天白盘了，多，白色刚好。哦，哇，320，有吗？好，他走，他走。哇，阳光来刚好。哇，阳光来。哇，这个这一盘。我可以先偷吃一口吗？好。现在吃一只，试试味道。哦。还可以再吐一下。很OK 了，这个肉很可以了。OK 啊、哦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啊、哦，舒服。哦，很好吃啊。也不需要太多调味了，真的非常美味。好、哦，整点胡椒粉。两道菜，来个画龙点睛。嗯，好吃。哇！哎、欸，大家好，又见面了。我现在肚子饿，我来这边找宵夜。然后我这边刚好是个河边，既然是河边啊，我们就就地取材。看这边一堆西虾，随便看到这一堆西虾。哇，这边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。所以今天来吃一个正宗的流水虾啊、哦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工具蛮简单的，就是一个网子跟一个桶子。然后我们在抓它的时候很简单哦，预测它的方向哦，你只要保持注意，叫眼明手快这个诀窍，基本上是不会抓不到的。流水虾可以吃喽。哎呀，然后手抓到。他跑到了，他其实可以看到这些虾子被一照，他的眼睛都是亮亮的。这边就有一只，这边就有一只，有没有？眼睛都亮亮的。嘿，用手抓就有了，用手抓就有了。达人就达人啊！哎，这边还是石兵，可爱。哎、欸，虾子！哦，各位，这边虾子真的超多，超多，随便抓就一只，多到如果技术好的话，用手抓也是没有问题。噔噔噔噔，又一只！哇，这些虾子好肥啊！嗯，哦，应该有更大的，对吧？应该它有个最大，跟我的食指差不多大，像市场买的这么大。这很大，这很大只，好小。这颗大石头，嗯，呵呵呵，火火啊，哦，哎，大只，这身材还不错，哦，不错。蛮大的，蛮大的哦。这颗大石头下，嗯哼，好，它钻进去了。
对呀、啊，啊，同心协力，这只有破纪录吗？哦，蛮大的，挺大的，这挺大的。今天的冠军虾、啊，哦，大小钱，哎、哦，今天成绩吗？我靠，看不到底部了。很大嘞、哦，都每一只都很大，一直叠一只。老板放虾喽。这边呢？哇。哎、欸，我拍到灵魂了。太多盐了。会不会太多了哈？吃一口。是是是。我现在加米酒可以吗？给他熟一点。煮好了，出去看看。他毕竟是活下来的。哇，有稀的味道。吸水非常好，哦，但是这不是胆汁，是一个风味，然后吃了出来就是虾汁，他的老婆跟人家跑了。差不多吃完了，现在就先这样了。啊，我的相机泡水了，那早先拿去修了。哎、欸，这是我的身材工具啊。好吧，那就先这样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